好，下一个换各位练习啊。装置如图啊。四欧姆功率，两欧姆功率，电池功率。你其实算完是算完第一个四欧姆，算完第二个两欧姆，答案那第三个就出来了嘛？答案就出来了，就等于就出来了。啊，那问你怎么算？这是一个串联，你需要电压，你需要电流，才能带到公式里算出四欧姆。没电压，没电流，你要找，你要找，找谁呢？找电压好，找电流好，都可以找。我讲过了，如果你观念很清楚，你用笔的方法就知道电压多少，你用笔的方法就知道电压多少，不然你带公式也可以知道电流会多少，随便你，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。啊，你觉得四欧姆的功率是多大？你觉得四欧姆功率多大？好，来，现在应该男生女生都不重要了，反正从头来了嘛。韩振卓，你多多少？1.5。1.5啊？为什么他不清楚？等一下，他清楚一点，对焦，你清楚了，好，1.5。我要找到 I 或找到 V 嘛，那找谁好？我刚跟你讲过，他什么联啊？串联，串联，我喜欢找谁啊？我喜欢找 I 啊，串联我喜欢找，因为 I 都大家都一样嘛 ，I 都一样，总电流就等于分电流嘛，它每个电都有就有所谓的总电阻嘛，还有总电压，这个求总电流嘛，求 V 点 I 啊，加起来是6欧姆，然后3伏特，所以0.5安培。带回去0.5安培，通过四欧姆，8888 P 点 I 平方乘以 R， 然后呢，就算出来，哇，答案好跟刚刚写不一样，是我写错了吗？啊，一样。对，一瓦。你的这一小题如果算出来，下一小题就快了。为什么快了？因为电流已经知道了嘛，电流已经知道了，就快了嘛。然后一二算出来，三个更快嘛，因为总提供等于总消耗，就很快了啊。所以呢，两欧姆是瓦锥呢，所以两欧姆的有多少呢？林一杯，看着你，前面已经晓得电流多少，0.5嘛，那就有电流了嘛。你怎么做？有电流，有电阻，什么公式啊 ？I 平方乘以 R 嘛，888，答案就叫做0.5，很简单嘛，就0.5。啊，最后电池呢？当然你可以好好算，慢慢算了。再带一次什么总电压、总电流、总电流去算。那我讲过了，如果你一二都有了，三就很简单啦、啊。啊，但是对，但是有人可能会玩一个小游戏啊。小游戏，就是他不再问你功率多少，他问你的是一分钟的能量多少。他讲过了，功率怎么变能量啊？乘以时间嘛。他最需要什么单位？秒钟嘛，就小游戏嘛，就算是一个小陷阱或怎样啊，就是意思一样，那就很简单啦、啊。我们的第三小题答案要多少？你看，哎，那个人不见了，因为我正好要抽，我正好想找他，就抽到他，谢明浩不在。黄伯翔。1.5杵着，重讲。1.5，请坐。总消耗等于总提供嘛，你前面一个一，一个1.06，加个1.5嘛，就好了嘛。但是你也可以好好做啊。好，讲过要算电流，只有 P 等于 IV 嘛，电流有啦，刚不算出来了吗？0.5嘛，
然后呢 ，v 多少？三嘛，所以代 p 等于 iv， 然后就叫做 1.5 嘛，就叫好好做嘛，意思一样，意思一样，所以答案就 1.5 啊。这就是啊，这就是我们的练习23，来算一下这个状况 ，OK？ 有人问题无？无。